舞者的律动刚中带柔，手上挥舞着带火的剑，画出一道道橘红色火光，出神入化的火舞让人目瞪口呆。精彩的特技火舞就在车城海口港沙滩登场。丰隆湾火舞剧是屏东洛杉峰艺术季的重头戏之一，以沙滩为舞台，以海天为幕的大戏，而火龙护台湾这一幕更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各位快看啊，是属于我们台湾的图腾，以丰隆湾大剧来献给全屏东全台湾所有的好朋友，那希望借由风借由光借由火的祝福，让台湾这片土地越来越有希望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次邀请到法国达人秀雅君、台湾难得一见的剑舞艺术家蔡弘毅领衔演出火舞，以火海风为主题，利用舞蹈、特技马戏、乐器演奏，打造环景火舞三幕剧，呈现屏东海天一色的美景。火浪、光海以及风龙，代表着我们屏东的灯塔，代表着我们守灯人等待着孩子在海外努力归来的意象。今年洛杉峰艺术季展演到2024年2月25日，有11组的户外风动艺术作品，也有特展呈现国境之南不同美感，实景火舞剧更是精彩绝伦。 TVBS 新闻林一邦屏东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